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反腐败规律的认识，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引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强调将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贯通融合，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治理腐败效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中总结共性问题，剖析深层原因，查找体制机制和监督管理上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推动惩治成果向治本成果转化。2020年以来，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内蒙古涉煤腐败专项整治，就是资源领域腐败治理的一个典型。从2018年开始，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啊，连续对内蒙古自治区这个5名中管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这些腐败问题呢，都与这个煤炭相关。通过这些案件，也暴露出了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领域啊这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被告人白向群受贿贪污。白向群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内蒙这样的资源富裕的地区，企业家给你行贿也好，送东西也好，诱惑确实很多。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1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近些年，鄂尔多斯好多干部落马，我作为地方的一把手，我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那么自己又落马，教训特别深刻。云谷民，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利用这些呀，纵容他们。我这个儿子姑娘做这个，很明显就是我的人脉关系。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分布广，储量大，易开发。2002年到2012年是我国煤炭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10年。
内蒙古自治区也由此迎来了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但与此同时，在巨额利益驱使下，涉美腐败也愈演愈烈。一些这个审批部门的这些领导干部呢，也利用职权呢涉足煤炭领域，侵占煤炭资源。那有的领导干部老子在前台这个批煤，儿女就在后头捞钱；有的领导干部吃播上阵，直接就用手中的权力就获取煤田；有的领导干部然后通过暗股或干股的方式参与其中，哎，谋取了这个巨额利益。白象群、云光中、云公民都曾经在煤炭资源丰富的蒙市担任过一把手，最主要权力之一就是资源配置权。而对于煤炭企业老板来说，无论是购买煤矿、置换煤田，还是推进煤转化项目，都需要政府审批，这就使企业老板有了围猎的需求，也使政府官员具备了寻租的条件。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干啥都可以，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被围猎的不单是你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的亲戚朋友，这一个群体，他要围你，是吧？我结果是到我这一代，特别包括我下一代，就是这方面在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2010年，该企业向鄂尔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井田。为了获得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公司老板托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去他们家，他夫人提出来说，这个房子院里头有一个大高压铁塔，说这个对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怎么，给我提示就是，有困难，不想在那住的有困难。他就那个什么说完以后，我就知道意思。后来我回来就筹划了现金，到时候就直接送到他家里的。郝深海再次上门时，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总额近300万元。与此对应，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井田。云光中呢就主持召开这个鄂尔多斯市的政府常务会，就直接把给这个恒泰公司置换煤田资源的这个事儿就给他定了。这就是最标准的权钱交易嘛，他父亲在前台办事儿，他们在后台收钱。不少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涉足煤炭领域，是涉煤腐败案件中的突出现象之一。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曾经合作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为了这个讨好我父亲也好，诉讼利益也好，就通过煤炭的形式，就让我低价买高价卖。实际上，他们这种大型煤炭企业啊，因为首先他跟我父亲熟，就包括跟凯晨的父亲，他们实际上这个都很熟啊。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你对接不上这个人家这个批发价，为啥给你？一家内蒙古煤炭私企以低价将煤炭批发给云磊和云凯晨，再由他们高价卖出去，买家实际也是这家企业联系好的，全流程一手操办。云磊和云凯晨开的所谓公司，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只需要签合同、走个手续，就能拿到所谓的倒霉差价款，毫不费力就坐地收钱。想把这事情做巧妙一些嘛，这个尽量这个看的这个跟我爸没有太直接的这关系，肯定要操作一下。
领导干部为企业在煤炭资源配置、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企业则为相关领导干部亲属子女谋利大开方便之门，表面看似合法合规，实际上利益交换通过这两扇门在暗中完成。这家企业多年通过这种方式向云磊输送利益数千万元，云光中则利用职权在企业煤制油转化、灭火煤等多个项目审批推进过程中鼎力支持。还是自己甘于被围猎。实际上往往就是在项目审批中间利用合法的程序谋取私利，或者是用合法的这个伪装包装来攫取这个个人的这个利益。在煤炭资源配置的审批流程中，腐败在一些手握相关权力的官员中滋生，官商勾结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监管秩序，导致无序开采、违规开采、粗放开采、过度开采等各种乱象丛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民生。那地方老百姓过了啥日子？门都不敢开，窗户不敢开，每天扫地，地下一身黑尘粒，乱挖乱采，煤老板挣了钱了，老百姓受了苦了，国家受了损了。煤炭领域腐败问题还扩散蔓延到交通、土地、房产等其他领域，一些煤老板发家后进而参与修路、炒地、炒房，权钱交易也被带入其中。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只是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是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啊，所以就很方便我们在进行个土地开发啊什么的，就给我们这个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在内蒙古有我好多认识的人儿，所以正好能帮他，他需要我给他打个招呼，疏通一下关系，我呢就帮他说说话。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谋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我负责施工，他车把这3亿带回来，最后我给修路去了，他弄了一个人就是来管财务了，上了冒险那1亿多就全他拿走了，他用了。多个案件反映出涉煤腐败在内蒙古不只是个案，而是对煤炭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破坏。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资源领域存在4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违规违法获取倒卖煤炭资源、违规违法配置煤炭资源、涉煤腐败问题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煤炭资源领域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看还是发展观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起来了，但是它带来的生态的破坏、持续的破坏、规则的破坏，这些问题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坑。今天内蒙的发展不断的为过去买单，为过去买的挖的大坑在付代价，如果不倒查、不能除根，那就无法铲除这个对内蒙古政治生态进行破坏的毒瘤。
202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专项整治，对2000年以来全区所有煤矿的规划立项、投资审核、资源配置、环境审核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要素清查，摸清违规违法问题底数，同时全面核查2000年以来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的所有公职人员，组织139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申报参与煤炭企业投资入股情况，在运用大数据比对发现并查处谎报瞒报的人员。清查发现，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大多数存在违规乃至违法问题，腐败存量之大，牵涉范围之广，涉案人数之多，都令人触目惊心。涉煤腐败啊，在内蒙古滋生蔓延，这个新城的利益集团呢，盘根错节，在自治区延伸出了这个庞大的涉煤利益链、关系网，还有共富群、官商勾结、合伙城市，他们或明或暗的干涉政治，干扰经济社会发展。涉煤腐败问题啊，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拿着国家的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截至2021年10月，专项整治共查处涉煤腐败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69人，县处级243人，查处涉煤经济案件5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9人，追缴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以空前的力度宣示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我想掏心窝子说两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形成震慑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剖析机制制度漏洞，清理废止了863个旧的涉煤政策法规文件，新制定政策法规文件121个，补齐制度短板，扎紧制度笼子。例如，针对资源配置等重大风险点，修订出台新版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见，更加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例如，新制定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的规定试行，明确副科级含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矿产资源开发相关部门的一般公职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止参与矿产资源开发。我们的干部很容易和煤炭资源挂上钩，一旦要是违纪违法或犯罪的话，他这个小官巨贪让你不可想象。我们这一个制度把它限定到了副科级以上干部，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特点。2021年4月25日，内蒙古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电视电话会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剖析煤炭领域腐败问题的警示教育片通过讯号传输到数十个分会场。自治区主要领导和全区各盟市、旗县市区的众多领导干部同时参会观看，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戒。杜学军案
是自治区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查办的在职蒙市委书记第一案。通过查案实现了不敢腐，通过规范制度实现了不能腐，通过以案处改警示教育促进了不想腐。我们治理以后让它进入新的规范，我认为真正的黄金十年应该是从十四五才能开始，治理之后才会开始。一地一域拨乱为治，彰显出通过制度治理和监督约束强化不能腐的效果。必须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整体推进，增强反腐败综合效应。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扎紧制度笼子是关键。这些年来，我们通过三不一体推进，坐实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建章立制、整改落实，有效提高了治理腐败综合效能。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金融领域腐败往往与各种市场风险交织，不仅影响金融职能作用发挥，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金融反腐持续加力，赖小民、胡怀邦、孙德顺等一批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弃守金融风险底线的腐败分子受到严肃查处，有力斩断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不良企业主相互勾结的利益链，为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有些事情做的呀，太不应当了，真是太不应当了。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孙德顺是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将其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首先是他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他作为这个国有重要商业银行的这个负责人，本应这个承担着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但是他把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啊都置之脑后，光去追求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业绩啊，和以及兑现一些老板的一个利益。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防止信贷资金过度向房地产集中。孙德顺却背道而驰，他就关注什么挣钱快、见效快，他倾向于带给房地产。主持那个行长办公会的时候，就公开直接了当的要求啊，一定要全行现在立刻给我把制造业贷款给我停下来啊，即便你有百分之百的抵押那也不行。在这个期间呢，中信银行贷款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就是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长幅度达到40%多，制造业贷款呢当时受到压降幅度达到30%多，所以受它这个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中信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占比过高的问题带来的长期风险后来逐渐显现。2020年2月，银保监会向中信银行开出2200万元的巨额行政处罚罚单，处罚事项19项中有13项涉房地产业务。这体现了一个政绩观的问题，追求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年报会非常好看，但是这个给后面的会造成很大的隐患。除了追求政绩外，孙德顺之所以增加房地产贷款还有另一个隐秘原因，就是谋取个人私利。
调查发现，一些房地产公司老板与他关系密切，并存在利益交换。例如，一名房地产公司老板曾以投资为名，向孙德顺实际控制的公司输送1000万元，得到的回报是通过孙德顺获批贷款授信40多亿元。他有个特点，就不愿意收现金，收现金太低端了，太简单粗暴了。他去利益兑现的方式非常专业化，做了层层的掩盖，就是设了很多防火墙，那绕了很多圈，利用特有的这种金融的手段和产品去掩盖。自己特别悔恨，从自己所触犯的这个法律一看呀，还是你自己有贪心。孙德顺在银行业工作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精心设计来掩盖权钱交易。因为自己的是一个从基层起来的，业务能力都比较强，所以总觉得自己业务能力在那摆着呢，就造成了一种侥幸心理支撑着你了。调查发现，孙德顺是利用影子公司借助金融手段来完成利益输送的典型，其专业化、复杂化程度相当罕见。他安排两名老部下作为代理人，开设了2家投资平台公司。两家公司前台的所谓法人，实际只是为孙德顺代言的影子。因为我就是前台的这么一个这个发声者，那我后面的人只有一个人嘛，那就是他嘛。我们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这个公司的核心的业务的决策和这个拍板的，那其实都是由他来决定的。细到项目的份额怎么分配，就是这些细节呢也是他来定的。一方面，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两家平台公司是他的核心经营团队，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层影子。在平台公司之下，又设立了10多家项目公司作为第二层影子。项目公司和行贿企业还不是直接交易，而是双方各自再成立空壳公司作为第三层影子。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交易主体本身已经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用影子交易为利益输送再蒙上一层迷雾。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推动的贷款授信，找到其中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针对性的调查获得贷款的企业和孙德顺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孙德顺腐败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权谋私。2014年底的时候，有一家能源公司，向这个中信银行申请贷款，因为这家能源公司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是一个高负债的企业，一般不会发放贷款的，但是在孙德顺的干预下，这笔这个40亿的贷款进行发放给企业。很快就形成了不良。为了表示这个对孙德顺的感谢，这家公司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就和孙德顺控制的平台公司签署了一个增资的协议，这样就完成了这个利益输送。
这家能源企业通过所谓的股权投资协议，让孙德顺控制的公司实际获利达1亿。类似这样的权钱交易还有多笔，企业向孙德顺输送利益的包装方式五花八门，但换取的东西都一样，那就是银行贷款。抓住了这个核心，重重魅影也就迅速消散，实际控制人清晰显影。我在跟一些企业家交往的过程当中，总是老想着为这个自己或自己的利益关联方啊去谋一些利益。孙德顺案凸显出管住信贷审批权这一关键权利的重要性。银行贷款审批一般是由贷款客户递交申请材料，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审批，而孙德顺却经常直接与企业对接，再布置给下属去做，用程序倒置的方式违规操作。按照中信银行的制度设计，行长对信贷审批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审批必须经信贷审批会议集体表决通过，主要领导必须末位发言。但事实上，孙德顺经常无视这些制度，直接干预信贷审批。银行内控机制在一把手的权力面前失去了作用。他从副行长升到行长，他一直还抓着这个权，还是兼任着这个代审会的主任。作为代审会主任，应该是他有末位发言制，就你不能上来就定调的。但是他听到别人提到不同意见了，就忍不住了，上来就直接说怎么不行了？你说不行怎么不行了？那别人就不敢说了，啊，这样就层层的这种银行本来它是有这种授信管理和风险管理一套比较严密的程序的。经过他这种人为的干预，这些程序都被穿透了。针对孙德顺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动中信银行系统性的开展以案促改。首先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进行纠正，强化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职责，确定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同时推进授信体制、风险管理体制和审批制度改革，强化问责机制，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首先就是禁止行长担任这个代审委主任，避免行长直接对信贷项目的干预。然后就是完善授信管理制度，对授信的调查、审批，一直到授信后的管理，都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推出审批人制度改革，由过去这种行政的审批管理制度，改成专家型的授信审批制度，让整个的信用管理能够得到完善。孙德顺案也反映出，导致金融领域监管缺失的原因，既有自身内部监管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也有行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通过案件反思我们金融监管工作，一个还是存在履职的宽松软问题，一方面金融领域一些制度规章急需完善，部分交叉和创新领域的监管制度存在缺失，导致了一些金融风险、金融乱象的产生。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按照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监管联动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一些金融单位之所以出现问题、滋生腐败，归根结底是党的意识不强，党的领导弱化。同时，纪检部门难以履职，监督严重缺失，这些在孙德顺案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深化系统失智，推进标本兼治，
最根本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确保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贯彻中央的要求，尤其是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的一系列要求，加强党委会的领导作用，就是现在要求的把党的领导作用贯穿在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自觉地对表对标，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来办事。喂，你好，纪检监察组。针对监督缺位、监督不力问题，对症施策。在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包括中信集团在内的18家中管金融机构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这项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仅2019年至2021年12月，派驻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就对驻在单位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调查81人。先是内设纪委，更多的还是受企业的党组党委领导为主。内设纪委改为这个派驻纪检监察组，领导关系发生了变化，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另外他又有了监察权，所以监督执纪执法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决定了他正风肃纪反腐的力度，比以前是大大加大了。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实现了党内监督全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纳入监察范围，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切实加强。党的18大以来查处的案例表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最容易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一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我主要的心理上，毕竟我是在前江市区委书记，是老大，那种欲望、那种念头、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满足。杨宏伟，重庆市前江区委原书记，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19年，重庆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另一起案件时，牵出了杨宏伟在前江当一把手期间涉嫌在工程领域受贿的线索，感到有必要对他进行初步核查。核查组到前江了解情况，很快感到干部群众说起杨宏伟普遍口碑不佳。外查的时候，听干部和群众说到裘书记这么一个词语，前江当地干部口中嘛常说了一句话，就是下午4点以后不要去找杨宏伟，因为你找他签不了字，不在，在打篮球。杨宏伟经常在工作时间去打篮球，还有一帮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打。他也清楚这并不合适，因此场地选在一家单位的内部球场，外人进不去。但其实这在前江的干部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爱打篮球，身边基本上都是篮球运动员。在工作调动安排上啊，对这些人呢、就要高看一眼嘛。他招了一批打篮球的人，在办公室，他圈子内的人，他就用，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干部群众反映的不仅是违反工作纪律问题，更是用人导向问题。核查组经调查发现，反映属实，一些常陪杨宏伟打球的干部，还有他的一些同学、亲戚、关系户，在他授意下得到破格提拔安置。当地的那个还流传一句话，工作干不干得好不重要，
与杨宏伟的关系好不好才重要。有关杨宏伟在工程领域受贿的线索，核查组在钱江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并获取了更多问题线索。2019年5月，重庆市纪委监委对杨宏伟正式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杨宏伟利用职权为多名商人老板在工程领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达3400多万元。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我有点这种意识和想法，他总有结束的时候，躲过了就是万幸嘛。杨宏伟的腐败行为主要就集中在任钱江区一把手期间。他有一套自己总结的官场价值论，认为厅局级干部受到的监督较少，权力大，风险小，性价比最高。当一个厅官性价比比较高，就没哪个来关注你，是吧？人家都不会来，哎，啥子啥子你啊，怎样哪里哪的。将公职岗位用性价比来衡量，心里装的自然不是用权为民，而是以权谋私。从钱江区高点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的许多项目，包括旧城改造、机动车交易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蔬菜批发市场等等工程背后，都有杨宏伟的权钱交易。工程体量1.5亿的电解铝加工厂项目，杨宏伟帮承包商拿工程开出的条件是利润他要占55%。事成后，承包商按约定送给杨宏伟1000多万元。还是问我说，50%，我说你说不行，要55%。他说他要那么多，我说只能说同意啊。在一栋看似普通的写字楼里，藏着一处豪华私人会所，餐厅、茶室、棋牌室、KTV 一应俱全，还有高级厨师负责餐食制作。杨宏伟和他身边的老板圈子经常到这里吃饭、喝酒、打麻将，牌打得挺大，输赢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老板们也很识相，和杨宏伟打只输不赢，这样的排场，杨宏伟打得自然心情舒畅，乐此不疲，让有的老板也觉得招架不住。陪他打麻将就不存在输赢的问题，主要是陪着累。他每次打麻将都会打得很晚，一般就是下班以后嘛，打到凌晨2-3点啊，1-2点都算结束得早的。主要是他打的频率高，时间长，人来受不了，哎。对老板们来说，只要和杨宏伟搞好了关系，能拿到工程，出钱受累也就值得。而对杨宏伟来说，工程项目既有利可图，还能充当政绩，自然热衷于上马各种项目。钱江一年50-60个项目是有的。我当书记，1/4、1/4拿给他们就是可以，只要经济发展起来，可以一军这辈子。为了多上项目，杨宏伟甚至不顾钱江实际情况，大肆举债。到他离任时，钱江区综合负债率超出预警红线。为了不影响自己政绩，他还指示区财政局数据造假，瞒报少报债务。现在回头看，他主导的有些项目缺乏论证就盲目上马，至今陷入困境甚至烂尾，给钱江造成了大量遗留问题。他对钱江那个债务呢的增加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全区的人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包袱啊。 PVC 项目这个投资了几十亿嘛，这一个水泥厂在运行，就相当于丢在水里了，泡都没冒一个。
钱江区市政建设、招商引资主要通过两家国有企业城投集团和红叶公司来运作。杨宏伟跨区域调来一名老部下，又从本地提拔了一名老同学，分别担任这两家国企的董事长，都是他圈子里的自己人，违规违纪的指令在这两家国企也就畅行无阻。这两名干部现在也都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城投集团、红叶集团的两个董事长，进了监狱的，都是他提拔的，把城投集团应该说也搞得一团糟啊！现在我们城投集团那个135个遗留问题，那就是因为整个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选人用的机制出了问题。杨宏伟离任之后，钱江区陆续被查处的干部数量惊人，尤其是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问题的重灾区。有79名区管处级干部被那个查处嘛，然后其中呢有17名是涉及到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大多发生在杨宏伟主政钱江期间。区域书记都这样，谁来管我呀？针对杨宏伟严重违纪违法案暴露的问题，重庆市纪委监委向钱江区委发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议，要求从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破除选人用人歪风邪气、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整治四风突出问题、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等方面深入剖析根源，在全区开展以案四说、以案四改。以案四说是以案说纪、说法、说德、说责，通过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活动，让党员干部从发生在身边人身上的腐败案件中汲取教训。以案四改是改治理、改监管、改制度、改作风，让发现的问题得到切实整改。我们的说和改是一体的，这就为不敢、不能、不想啊，从办案啊到监督啊到整改，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贯通一体的啊这样一个整体的组合方式。钱江区四大班子及众多区管干部参加了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报了杨宏伟相关案情，从纪法德责四个方面深刻反思。钱江区针对杨宏伟案中突出暴露的工程建设领域乱象开展专项整治，清查工程建设项目260余个，查处涉及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的处级干部17人，并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堵塞漏洞。针对杨宏伟主政期间选人用人导向错误问题，开展了选人用人专项整治，区委各位常委同志直接约谈36批次、60人次，严把选人用人关，先后对6名拟提拔干部亮红灯。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钱江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当时我来的时候，到下午4点钟左右啊，机关干部多数就下班了。原来4点钟我们生意最好，现在是6点钟生意最好。所以出租期的司机他是最能够感知和感受作风变化的。当然这里的一个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就是要好的选人用人导向，真正让他干事能干事的、干成事的得到提拔重用。杨宏伟案再次表明，一把手责任重大，权力集中，既是监督重点，也是监督难点。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中共中央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意见要求充分认识。202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公开发布。
这是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制定意见，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勇于自我革命，破解党内监督难题的重要举措，一共制定了21项监督举措。那么这些监督举措呢，有利于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促使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监督职责，主动开展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推动中国特色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百年再出发，开启新征程，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只要我们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组成，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如何抵御物欲诱惑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一名基层公职人员贪污公款数千万元，购买顶级网游装备，大肆奢侈消费，最终付出沉重代价。开始消费之后，我发现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消费欲望。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手段也在变异，隐蔽性进一步升级。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就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来逃避监管。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侥幸，我自己没想到我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零容忍第5集，永远在路上，敬请关注。